2020香港小姐竞选候选佳丽，这天接受电视台准备的发型改造。自入围后不断传负面新闻，日前又因为发表名车论被网民指嚣张的赖奇媛，这天都有出席。哇，一副邻家女孩的模样，和社交平台上面的她大为不同呢。其他佳丽又满不满意现在的新造型呀？大家又觉得佳丽们的造型如何呢？香港报道。